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今天中午买条花鸟肉酸菜鱼，抽点猫猫眼腌一下，姜葱、料酒，把鱼腌制十分钟哈，去出来的腥味。其实做种酸菜鱼真的很简单，我每次都是用那种好人家的鱼调料哈，它里面所有的调料啊、配料啊都是给你配好的，里面有这种三小包。现在用着1号腌鱼包把鱼入笼的腌起，用按照腌鱼包裹好哈，腌出来的鱼特别的嫩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炒料了。做鱼家里面有猪油呢，一定要来一勺猪油哦。自己准备姜蒜、花椒、爆香，2号调料包，这是懒的料包，放入3号酸菜包，把酸菜炒香，把酸菜和调料的味道炒出来，就可以掺水了。鸡精两勺，水开后先下大鱼头。全部煮起，要等它定一下型，轻轻的滑动呢。出锅了哈，加点青椒，加辣椒姐姐，葱花点缀，酸辣开胃的酸菜鱼就做好了。用这个调料包做出来的酸菜鱼口味真的非常的稳定，如果你也想要我的同款酸菜鱼料包的话，下方小黄车你也可以拍几包试试哦。